没打握接住，看。我靠，要晃晃的大哥。帮我接住哦。啊？所以有问题的话就找我，好吧？谢谢。我今天就跟我儿子啊，他去补习啊，我就去背气球，跟他去体验那个。好好好。帮他调一个好一点的角度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多点，多一点。我去高雄啊，去高雄参加那个高雄那个造势啊，剩快要那个快选了，20多，对啊，去，没有啊，因为刚好礼拜六我也很在高雄啊，因为我那个我老婆她那个二姐结婚了，哎，啊上次提亲啊，啊提亲然后就换，因为他们毕竟有年纪的嘛，所以就是简单办的，没有在那个的。就是在高雄的饭店，然后摆个10桌左右而已吧，就是亲友桌啦，没有对外发，就亲友桌而已。
就男方的跟女方的一起这样。应该也不需要。你就觉得不需要啦，因为我说至少吃个饭。对啊。哎，尹龙，尹龙，尹龙，自问自答。哎呦，蛮漂亮的啦，这颗。好球，好球，你守住了。陈国伟的守备范围算大哎哦，可惜。好球，相当干脆，有我的影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刚才你有没有看那个小戴打马林？干嘛看呢？看像看马林一副那种干臭脸，就特别舒爽。那个其实哦，我有看篮球，你说安喜没受伤，我不相信，因为他也有安喜已经脚已经包成那样子了，干。但是他事后赛后记者会说他没有受伤，还是我就想说啊。没有受伤，你脚包。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疲劳啦。毕竟他在今年打太多大赛。对。那肌肉，以你自己在整间做那个整级复健的很多那个，我跟你讲，肌肉疲劳患者本身不知道啦，他还是会觉得就是正常，因为他已经习惯那个疲劳感了。啊。事实上，那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以后，你才会再重新抓到说啊，原来不会酸痛的。球拍。